啊，现在是帮会的这个活动瞬间，距离烟花一会儿要领这个烟花。这个刚才领导查了房，不是查了我的微信，他说我在干嘛呢？我告诉他我正在直播，他对我的作息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来来，我们聊点别的东西。我今天看到一个设计特别棒，就是它是那种口罩，它是啊不好意思，这个人有点奇怪，因为我把那个黑色给去掉了，所以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就是这个是黑色的，你看空的这个地方其实是黑色的。它这个口罩透明的口罩设计的非常的好，它是两边出气的，所以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觉得被这个设计惊吓到了。然后这个是我领导照片，给大家瞄一眼。然后之前我说我昨天本来是周六我要去拍一组这个仙侠的照片的，就这么一个风格，但是因为这个头发还需要买一下，还没有到，而且其他的事情我们要筹备一下，我们定在下周六。下周六的时候我要出去白天出去拍一下这个照片，然后到时候啊拍完照回来，我那天晚上就以一个这个仙风道骨的老先生这么一个形象出现在直播间，顺便玩着这个仙侠游戏，其实挺好的。礼元礼包好像还能买，好的好的，我看一下，皮肤好像还没有买是吧？这里其实可以领，但是这个烟花领的话其实东西一般啊，我就不领了。你们勤劳人可以领取一下，我这样慵懒的人就算了。然后挂机就在这挂机就 OK 了。然后这哇那么多人邀请我传功，我记得给他们传传功。女装以后再说啊。我觉得你看，顺便给大家看一眼我这个 B 站的话，其实这就 B 站的这个粉丝还挺好的，给大家看一下 B 站现在已经有93600了，很快就有100000粉丝了。十万粉丝的时候咱可以庆祝一波是吧，然后搞一搞这个女装啊，可以可以的。希望我在北京的时候然后达到100000粉丝，我估计够呛，然后我们直接把上次那个小姐姐叫来再给咱化妆一下对吧，也是有可能的然后现在我们还是废话少说，继续做我们的这个氪金游戏。然后限时好礼这里免费领取，先领取一下，这时候这里这个传世刀这个宝箱买一下，五个就是90块钱，然后这里9块钱五个，45块钱买一下这个寻宝石，然后下面这个身心的不需要买，法天令不需要买，这些没有人和我抢的。哦，这里这个巨灵，两折的巨灵我忘记买了，忘记买了。然后天天返利，这里豪华奖励领取一下，可以领取领取一下。然后下面这个开工福利领取一下，周六的附加礼包，周日的附加礼包。哎，周六昨天不是领过了吗？昨天还可以领，那么好吗？附加礼包给了一个碎片，天天祝福礼给了一个棒棒糖。哦，糖葫芦，我感觉又要死机了，这个又不对劲啊。然后再升级啊，哇，升星了，又加了3万，升一星加3万，给力啊！皮肤又解锁，哇，巨灵解锁加了6万，哇，舒服，200万银票，天天幸福礼包领取一下。等一下，弹幕我召唤出来。100万在女装，好的好的。然后这儿抽一下这个奖，哇，这点数每次我就很好奇什么时候我才能拿个这个第一啊，612都到第一了，我的天，你们也很惨呀。然后再升一下级，升一下级腰饰再升一下，好，差不多了对吧。然后幻化激活一个，这是什么冬温美酒，哇，这个腰饰很有那个仙风道骨的感觉。好，榜元福袋开十个，这个游戏没别的就是东西多，榜元神话道中寻宝，我靠，这个可以搞那个啥的呀，那个神品。然后这儿开一个这个男套装石，开一下啊，全部开了吧，50个全部开了。好，然后上面还有什么开服活动，看一眼，开服活动荒漠之旅，哇，探索，击杀一个飞剑首领，本服击杀一个飞剑首领，这个还没完成吗？真的是，这个还差一点，这个就差了一点才能领这个破军，气死我了，这个活动要结束了，我没有每天都做满啊。这个飞剑首领我好像已经做了的，好奇怪，为什么没有做到。然后这个答题昨天我们拿到第一，我们就不答了，这里就交给我的队友们就可以了。然后小钟送礼，今天花了很多元宝了，已经可以全部领取了，来领取一下98的，再领取一下，领取128198领取，好，获取大礼24抽奖，哦，给了一些这个鲜花不错，再来1000万粉丝在女装，好的，你们这个什么心态，别逼得我明天就是女装去了。来法座再进阶一下啊，这法座其实现在给这个皮肤进阶一下我觉得稍微好一点，皮肤才容易进阶，现在进阶心太难太难了。400元宝绑定元宝，500绑定元宝，可以的，8个套装石，800银票，芙蓉卷激活，这两个加9000，但是这两个红的加35000，哇，35000舒服。然后这里这个是什么，这个加5000，这个加18000，这个是玉佩，好的。然后再升阶，暗器升阶，然后再激活一个这个红的，加26000，舒服。暗器挂件，哇，又来梅花针，我擦，没完没了了。腰饰又来两个荷包，好的，又加了10000，再吃银票，又来两个璎珞，好的。然后上面的还有什么花束寻宝，这个是可以领取的，我看一下，哦，有20个，我靠，有20个次数，来领取，抽一下，再抽一下，给两个随机的，可以的，随机的开一下，传世宝石开一下，绑定元宝开一下，宴会开一下，好的，这最高是多少？最高就是720，没有更多的了，可惜，不让我充更多的钱，我气，好气啊。然后每日小充，这里6块钱，30块钱，
98块钱领取一下。然后这里第七天可以领了吗？第7天可以领了的，这里还领着，这个先插了。啊，这个第七天啊，这个要第八天才给你，我误会你了。好，先出来，上面还有一个先令，看一下先令任务一键领取，兑换的话还是没有。任务怎么啊？宝箱领取一下，然后这奖励可以一键提取了，应该有不少奖励的。奖励一来，高级解锁，我看一下，获取经验，购买等级，啊，就是这样，购买等级花40块钱，购买10级，总共是35级啊，不对，总共是100级吗？那么坑，慢慢解锁吧，不着急。越级越稀碎，然后这里还可以买，这个是我找找有没有那个红三星的兽装，助战御灵129一个，好贵啊，我不要这个，慢慢解锁神话石。哎，每日礼包还有，哇，每日礼包再买，我靠，还要花钱，再来，抽到9级是什么鬼？再来，放过自己也放过你们。其实上次这个女装还是比较成功的，那个味道是在的，可惜没有开这个变身器，对吧？等我搞一搞事情，对吧，把这个变身器搞一下，我都不开美颜的，直接就真人上镜，然后这个深色全马一般的这个诱惑打进游戏推荐。我不靠这个游戏赚钱啊，你想游戏赚钱，这个真的不要想啊，这个就跟赌博想要赌博赚钱一样，我觉得不要想这种事情。这里抽不到的话我就刷新一下，这里也能刷到吗？我想刷一个那个，哎呀没有，这三折的红颜丹也不需要，超技能数超24块钱，买一个吧，运气好的话可以加5万战力的，5万战力24块钱还是可以接受的啊。这里没有了，我就要那个三阶的那个兽装，可惜他没有给，那就算了，还可以花钱刷，我的天呐。然后我们这儿答对第14题哦，他们还没有答完，来继续爵士美颜，这里领取最后一个，最后这个是什么？貂蝉激活卡，哇，貂蝉就可以了，就有貂蝉了。然后第七天领取，哇塞，副本挑战，哇，领取，舒服了。好，这个飞花流萤，哇，激活飞花流萤，这个是时装，哇，这个衣服配上这个头其实挺搭的，配上这个二哈的这个翅膀，哇，又是另外一种骚味儿。再来升星升一下，然后时装还有什么套装？哇，加了14万吗？刚才这个套装激活四阶套加5000，好少。哇，这里夏日之息加了10000，哇，这怎么还有个小妹子你穿的太短了。然后这套装我看一下，哦，再来一个红魔夜火加12000，可以的。信息成就领取，没有了。好，法天令激活两个，这个不是法刀令加了6万战力，坐骑激活，好，貂蝉一键激活，貂蝉我加9万，这个红的貂蝉很厉害的，红貂蝉红饰品穿上，这个可以出战了，这怎么一键出战？我想想，这里先随便穿一下，然后接下来把剩下所有的东西全部分解，一键分解，对吧？绿色以下的，甚至蓝色以下、紫色以下全都分了，然后拿来给咱的貂蝉姐姐一键强化一下，对吧？花和尚，哎，有那个味儿了。啊，我手动升吧，手动升感觉升得快一些。好，没有了。貂蝉解锁之后，宠物超给了一个天雷之术，哦，帮供开一下银票仙丹。好，我们可以把这个放置领取下，放置领取这个奖励。好，然后奇遇等，这里探索的话已通关，哇，探索还有这个地区可以通关的。探索小队我想想把谁替换下来，这个貂蝉肯定是要上的，28了就应该差不多吧，我把这个兽替换下，这个也是28 27 28 29，这样更厉害一点。奇遇我剩下，好，奇遇没有了，全部回答正确啊，这个已经很熟悉了。奇遇有的时候会给一些这个材料，但是很难很难得到。这里我们又是第一 ，OK。然后中间我们答题又得到了这个第一呢，一个和尚领一堆美女去探宝的故事。哦，这啊，我又忘记这个传功了，你们互相传一下，不好意思，这里忘记给大家传功，非常的抱歉。法座战力我看一下，再领取8级3星的，这里法座战力已经排名第一了。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法座排行榜，他们差多少？法座，哎，法座看不到，哦，看得到，这里高了他们20-30万，而且是自己人，不用想了，这个法座我们就不用去考虑说是晚上直播了，这个不用直播抢榜啊，直接就是咱的。然后这里再领取这个成就，领取好了银票探宝，这个星盘是有5个的，那我们探一次吧，把这个星盘用完，然后给了一个橙色的无所谓。这个装备探宝的话有2个，哎，2个就随便探一下，我就把这个红点消一下，知道吧？巅峰探宝的话1个探一下，谢谢东子。来活跃度礼包，这里可以先探一下，再探一下，然后剩下的再等等，我们还没有做完。开服中榜的话，我看一下哪里还有红点。哇，消费排行，哇，今天是消费排行，我现在是第3名。我擦，
啊，不，但是第一名是这个亏击打大大，第二是永恒小天，第三是我。消费盘今天要抽抽奖啊，我这个钱还说留着呢，还说留着呢，这个新牌五折的，给我买完。卢文玉买完四十个，这个全都买完，四十个就是600多块钱啊。然后现在排名第几？我排名第一了。好的好的，差不多。这个消费榜应该有机会拿一个这个第一啊。我现在还有500块钱，再把这500块钱也花了，应该第一比较稳了。来把这个屏幕再升一下。消费榜我没有看到，哇，还好这个游戏有红点，当然也有你们的提示了。我如果没有看到，你们肯定也会提示的。好的好的，然后这是法作，再看一下，然后我们再传个功吧。哇，升了一级，加了一点。这个还有谁知道传功？好，没有传功这个功能了。好，然后开一下这个红包，发一个。OK， 功法再提升一下，功法给基础攻击提升一下，百分比的加4000，哎呀，这好少，20。好，差不多，基础法防升一下，然后接下来要巅峰50了，然后这是战果俸禄，昨天的聚义堂是什么鬼？不知道。然后这是再传功，好，还有48秒之后首领就要来袭了，神界的话之后再去做那个活动，开服狂欢这里再兑换，好 ，OK 了，领取，哇，接下来就比较麻烦了，经脉稍微升下又有11万了，神秘商店看了的不用看，背包里的这个东西有点多，这个东西可以直接使用，不能使用，卖也不能卖。大哥你好烦啊，我还想把这个直接扔掉呢，不能扔。这个神殿的宝箱好像每天都会有，然后我们把背包里的这个装备换一下，这个背包里有个8阶3星的，穿一下。好，祝福给它打造一下，哇，这个是可穿石阶是吧，把右边这个祝福一下，让它装备上线可以穿这个石阶的。好，不够了，经脉，这个经脉之后再出来看吧。日常，哇，日常下面全部领取一下，然后炼体神功267提升一下。好，没有了，今天找回昨天的，找回一下。 OK，榜员进阶，好，我们要打 boss 了，蓝灵果，哇，又四级了，别着急啊，哇，谢谢 W 先生，您又来支持我了，好的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如果新观众的话，欢迎点个关注，谢谢。来，我们，好，这个红二星装备其实随便选了，每一个都有了，这个随便选，选了之后可以拿去合成3星的，其实可以合的，如果勤快的话可以合，但我懒啊，慢慢合吧，不着急。法天令。啊，掉帧了无所谓，法地领，因为这个我们肯定是第一，个人第一其实抢不抢也无所谓，但我们还是抢一个吧。第一名，个人排行第一名，其实才刚开始打，一会儿也就是第一了。雷云出，再激活一下，然后每累充300，挂机卡领取一下。好，我们开始探宝，探宝的话，这里有52个星盘，可以抽50次哎，来抽一下，给一个红的。我们印象最好的一次是抽10次给了2颗红的，这次哇给了一个红的，叫什么叫精准？再抽。真命哥已经到60多层了，所以所有的红的我理论上都可以抽到。大哥，我擦，没有，最后两个，这抽了50个，抽了52次，只得到了一个红的。像之前抽的那10次，也就62次抽了一个红的。我之前10次抽了2个红的，是什么概念？什么概念的是？哇，400个，哇塞，这个可以抽多少次？抽哇，抽400次，来抽一下，再抽，哇塞，这个好爽，哇，7阶2星的玉佩，再来。再来又有一个7阶1星的玉佩，好，3次，好，抽完了，然后活跃探宝，活跃探宝再抽一下，好，领取一下，临时背包里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领取。 OK， 我们又可以好升一下了，20个加14000，11个，再加一个道法令，加56000，舒服，哇，这里可以给皮肤升级了，这给巨灵升一下。命格合成怎么不合？命格合成慢慢来，不着急，这里能升好多啊，升一次加23000，这已经升到8阶了，10阶有戏吗？别直接搞到10阶，我的天，真的可以到10阶，哇塞，这个好给力，直接满了，哇塞，再出来再给这个升一下，哇，给力，直接升一星加30000这里的，再来一星可以不？好像差了一点点啊，就差了一点点，可惜。伙伴给皮肤升一下，就3个，可惜。伙伴还有一个这个豆沙包，然后翅膀的话3颗，没用啊，翅膀坐骑的2颗，就只有这个法作的，可惜。绑定元宝，这个离线体验卡，然后50万银票，套装十，银票，绑元银票，哇塞爽。然后个人第一已经是，哇，已经是第一了，33亿输出，好，第一肯定可以拿到的。然后跨服的第一发大财，他才是23亿的输出，因为他们工会的人比较少，所以工会比较少啊，这其实可以搞一搞。为什么不抽这个巅峰啊？巅峰的话啊，我看一下，哦，巅峰是要这个钥匙，他给我的是这个玉，给的是龙纹玉。巅峰的话是需要巅峰钥匙才可以抽这个巅峰的，不好意思啊，别的好像没有了。我们现在好像收拾一下我们的行囊，我们就准备领取邮件，然后把下面的红点先点了。等等，我想一下，这个6阶指示单使用了，然后这儿周日礼包开了，哦，周一才可以激活啊，这样子，龙印这些都丢了吧？哦，把这玫瑰送一下，来随便选一个。选第一个人吧，小易 全都送了。99玫瑰，哇，这玫瑰有好多啊。
好，把玫瑰清仓了，这样我们又有多了一些格子，现在就可以把背包里这些不是装备的东西丢到里面去。仓库空间不足，我们开一点这个格子吧，开八个格子花160块钱，这个太贵了，我偷，这东西太贵太贵了。哦，这儿还有这个东西可以用的，我擦，又不够了，差不多，我们把这几个东西用一下吧。这个金药水全都用了，59个，1.5个药水，12个，200的药水全都用了。这个是仙凡论剑的次数，留着，20个，3生石使用了。哎，领取一下哦，投资。哦，这个还不能投资，还没有过。哦，小西还买了一次这个次数，完了完了。今天小西都买了一次次数，但是我和他已经打过了，今天只打了2把。接下来背包里好像还有个东西，旗子已经都拿出来了，之前都拿出来了，这个百搭鞋可以全部赠送了。好，只加2000。助战的话，这里可以全部快速上阵，招募的话，招募一次免费的。哇，加2万，不是加12000。背包里的这个可以使用吗？龙枪之魂，随便升一个吧。把它升一下，加了5万战力。武魂的话，随便清清一下，清清一下。好，6阶6件套，36000，升级。好了，其次不用管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下面的东西使用一下吧。先使用一下，然后再开一下邮件，还是怎么样？还是先开一下这个邮件。我们先打造一下吧。能锻造？哎呀，这个东西不够，这材料没有。但我们先领邮件，终于开始领邮件了。格子不够了，10阶装备，谢谢斯送的礼物，谢谢。我们等到8点的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抽奖啊。然后帮供做完就没有了吗？我们再锻造一下。啊，就只有12个，好少。那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把剩下的东西都丢到帮派里面去，批量处理一下。红菱星装备全部丢进去啊，10阶装备给其他人。其实如果这个游戏玩的精细一些，其实可以玩的更累一些。我这里其实有好多这个配，老是站着这个位置，等他修复这个 bug 我才能把这个格子空出来。这个游戏真的是这点有点烦人。我们再领取一下邮件。啊，命格空间不够了，我们命格分解一下。哎，精准我看一下，抵抗替换一下这个精准，命格橙色的我感觉都可以分解。哇，剩下这些都是没有激活的这个命格，利刃的话好像也没有用了，利刃好像是没有用的，分了分了，这个真的是可以分的，大家不用担心，利刃只要有一个就足够了。哇，升到20了，这命格又加好多，马上4400万战力了。帮位换锻造石头你别着急啊，换不了多少的，别急。我这有好多命格，这是今天命格试炼的时候给的，我有多余的红命格的时候我们再合成啊，现在先不着急，现在命格数量刚好是10个，还不够。今天下午打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今天是周日，所以下午没怎么打。好，首领来信的活动结束了，这拍卖没有我什么想要的，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啊，这感谢，这个也用了。好，再出来吧，帮派成功暂时不管，然后我们赶快出来打一下这个首领之家的 boss 4层啊。啊，这个快了，来这挂着吧，翅膀精炼一下。这些是一会儿再弄啊，因为如果现在用了一会儿还会占这个格子的，先领取啊。好，这里有一些人在这逼逼说红色命格和双属性啊，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我可以用已有的那个盒，我不需要盒两个双属性的，你知道吗？他只要有一个就可以盒了，不需要拿背包里的那个出来，我有两个利刃，只要一个利刃就可以了，听懂吗？还喷我这智商，您说的对，您说的都对，我操，来再领取。好，格子不够了，清理一下啊，先把邮件拿出来找找，打造一下通常这里31个。哎呀啊，手剑直接点了，我偷，浪费浪费浪费，阿弥陀佛。出来看一下，把这个装备还是贡献一下吧，帮派红菱星全部捐赠。再出来再继续领取，反正你们如果说是要骂我智商的话，那我就给你怼回去，你这样老板会不高兴的，我就是老板，我就是为自己直播的，还说什么不高兴。这里背包空间不够了，那这里为什么不够呢？是因为它有很多异星装备，我们需要去合一下，做一下这个合成。来，我们做一下合成吧，10阶装备开一下。这合成的话其实也简单，打造，哎，这个死了，去打一下这个500级的。我们这里合成，找一下789，7阶可以随便合，7阶2星无所谓。然后9阶合一下，9阶其实3个3个的会比较划算，1个2个3个。好，一个有了。哇，就只有2个吗？来，10阶装备，1件，
两线。哇，失败了，终于失败了，不错不错，已经算我带我不防了。这四个最后四件合了，好的，然后十一阶慢慢合，一件两件三件，哇 ，OK 的，只要合成一次就赚了呀，又赚了，可以的可以的。哎，失败了，啊，最后两件，哎呀哎呀，可惜，这个十一阶，哇，这个圣戒可以搞了呀。哇，这个男星他昨天告诉我达到了好几个十一阶的这个戒指，正好来我们合成一下，70%的几率，神龙大人在上，求你保佑合成成功吧！合成成功了，穿上，加多少？加2500啊，虽然加有点少，问题不大。再求男星到时候给我打几个这个符吧。然后这62个金结石使用一下，来，然后看一下装备背包，再分解一下是吧？再分解一下，经典一下。就是我不喜欢有人带节奏，是为什么？主播玩的明明没有毛病，他非要在这喷，喷了之后就感觉带害了其他人，这个氛围就不太对了。哇，这感谢次数那么多吗？我擦，你们都谢我干什么呀？哦，这个是邮件里的那个感谢信，所以这里会提示这个感谢，我知道了。然后这个遭遇强敌，我们去挑战一下。这个战力又到了4300万经验，对男性好给力。主要是什么呢？一个是他给力，对吧？这个我们要首先肯定。其次呢，是因为晚上他们都睡了，竞争不激烈，所以他打 boss 特别好打。我白天大家都在线，一个人要和5个人抢，真的是很难很难。好，这个翅膀坐骑升一下，翅膀这个装备，我的天呐，转移分解一下，分解一下伙伴啊，吃一下，然后皮肤升一下。OK， 法座这个皮肤没有了。法座的皮肤都解锁了， 好爽啊！哇，这是8阶，哇，圣光9阶了。这个圣光，其实你们一般看不到它这个效果，就是它是在地上踩的那个法座，